Hello， 大家好，继续 Pokemon 嘅白金啊！咁啊，翻到嚟呢一个嘅阵入面咧，准备要挑战第一个劲敌啦。咁上集讲到我就打唔赢个劲敌啦，咁唔知道我打唔打赢嘅系啦。咁我俾大家睇下我百变怪嘅情况啦。咁就依家基本上已经17 level 啦。另外道具亦都有一个叫仙仔之爪嘅东西啦。仙仔之爪就可以咧有机会俾对方先用技能系啦。咁我哋开始啦。咁其实我都捉到一个，即系怎睇都知赢唔赢到嘅，系啦。就系、是、如果佢，喂、今次有机会啊！今次净系中咗两招叫声，好啦，哦冇啦，应该打唔痛啦，开始。咁啊，佢已经缩咗，有机会，应该赢到，系嘛？赢到啦，呢度食药就赢到啦。咁我呢度梗系拣食药啦，仲使谂咩？我有六支啊喺身啊，你想赢我？你想赢我？哇！好痛喎、啊！食一支药，唉，算啦，我都系唔好食，好冇咧，阿马士，唉，算啦，唔食啦呢度，因为其实就算食咗药都要食好耐，咁我唔食咯，唯有再试下啦。其实只要佢唔系用叫声，我就 O K 嘅，系啦，只要佢多过三下我就输啦，佢叫声咗、啊、除非我爆击啦，如果唔爆击嘅话，都冇可能打赢呢只龟，呢只龟太劲啦，佢个防。佢仲要用埋缩壳添，系啦，已经眼前一黑啦。好，连第一个都过唔到啊！依家我阴功，诶，有机会金铺一次叫声，诶，靓波今次，净系用咗一次叫声啫。咁咪起码打到一半血先，但系冇爆击，冇任何爆击啊！有啲难度，有啲运气成分。两下叫声，诶、有机会搞掂，连爆两次，我终于搞掂啦。OK， 黑金精灵道馆，终于搞掂啦，真系黐线，都真系几难打下、啊。好啦，我哋终于可以通过嗰个城镇啦。短裤小子咁健康，因为精灵带俾佢健康。大镬啦呢只，哎呀，我又知道大镬嘅呢只，哎又要输啊呢度，因为佢得黑制呢招咁嘅低 B 技能，唉，咁我唯有 skip 过嗰条友咯，真系要揀边啲打边啲唔打喎，好呢啲唔打，呢、這个应该 OK 啊，唉 OK 啊呢只，火箭术灯眼储气。啊！呢啲先系精灵噶嘛，大佬真系黐筋。我而家十出咧，基本上咧 level 就大部分都压制过啦。不过要睇下对方有冇技，物防增强呢啲应该系神级道具嚟嘅，我相信。傻鸭都 OK， 有技嘅，可接受嘅，可接受范围内啊。OK， 小拳石又系个，哦，零六碎石。OK， 中 ，yes， 呢度食个药咯，开始扮啦，食个药，费事成日死咧，冇晒钱啊，呢度兜过去先，好嚟到呢个城镇啦，哇，一个道馆徽章都冇，但系咧精灵道馆啦，咦，会馆有人咯、啊，门口，我睇下唔好理佢，我回个血先，呢、這个好似系岩石系，如果我冇记错。系咪我岩石钢系呢个嚟啦？哦，已经到咗啦，啱啱到黑金啦嘛，咁慢嘅速度咧，即系一啲都冇变。话时话呢度嘅馆主唔系一般嘅强啊，道馆咁强，咁我老豆咪啊冇乜嘢，话俾你听咧，道馆馆主去采矿啊，要搵佢咧，要去矿区咧搵佢翻嚟啊，要去矿区，矿区喺呢一度。咁我执晒啲道具先啦，所有地下嘅嘢，哇，会心之印呢啲对于我嚟讲简直系。呢、這个新呢、這个咩啊？百变怪嘅恩物啊，因为就喺头先打煤炭龟、煤炭龟、草苗龟嗰度咧，你如果唔用会心嘅话，系打唔赢佢嘅，系啦，唔使自打得赢啊，因为太过硬啊只嘢，佢仲要系咁加缩壳咧，我冇得打。双药，本主，快啲睇，如果用呢个碎石嘅话，呢外置嘅石头都唔系咩特别，呢石头如果唔打碎咧，会系好碍事。你如果喺呢一个嘅城市嘅道馆咧得到徽章就可以解决啦。
不过唔战胜我呢个管主系唔得嘅，我依家就即刻打爆你，睇下你有几巴闭。话你好劲，如果你真系好劲嘅话，咁我应该都好劲噶咯，系嘛？根据翻我变身嘅咩嚟啊？照打啦，呢啲仲使谂咩？玩泥岩，哇晒呢啲技，食招咯，应该唔使自己赢到。黐筋已经冇技啦。哦，赢唔到，哇大镬！我唔记得买嘢，买我嘢先。好渣喎，佢只小拳蛇，点解可以渣成咁啊？有80蚊可以买嘢啊？80蚊你要攞走佢？我呢个唔打住，打下一个先。又系小拳蛇，岩切，哇得撞击！唉，我最后嗰88蚊都要拎走埋，真系唔公。可以通过啊嘛？唉，得啦得啦，我唔想打嘅时候黐孖筋，全部都系废啊！直头完全不能接受。嚟啦，欢迎有黑金市馆主平田啊，系同岩系精灵咧一齐战斗至今嘅训练，只不过睇下你同你精灵实力啦。得，又系小拳石摆头。落石，哇！又系落石，即刻落咗石先啦，唔好谂。哇！点玩啊，大佬？呢度应该要拎第二只精灵出嚟，真系冇可能。第一个劲敌嘅时候咧，都叫做可以勉强过到，但系呢一个我真系谂唔到点样过，得5招落石，系咯，黐筋嘅真系。哇！佢仲要食药添。系咁，我哋唔打管主住啊！我哋出去呢度先啦，打呢啲先啦，又系呢啲嘢，撞你！哎呀，冇技，呀，真一滴血你都唔俾我打埋佢，小心，应该唔会，哇顶！我都未讲就要输8支啊！佢又爆击，我又唔爆击，公平咩？同埋点会打唔赢喺度？黐筋啊！顶用叫声啊！你又，哇！又都屈变完，黐筋噶！喂，点解佢又爆击嘅？好狗喎，佢一嚟即刻用叫声，我啱啱变完佢即刻叫声，喂打佢几箭，唉终于打赢，你睇下爆击几紧要，如果冇爆击唔使自打得赢呢度，捉只识锯木嘅先，斩树应该爆下你识啊，得啊你爆下你，捉爆下你啦。咁快死得唔得你？劲少少得唔得？得啦，我至少捉一只俾你渡过下先啦。如果唔系，唔使自打赢呢个，系冇乜可能打得赢。我仲百变一百咧，你都输咯。你讲一百咧，百变我打呢个道馆啊，或者打鲤鱼王都赢，但系打呢个道馆一定输。我咁肯定。OK。我哋先用变身啦，佢用岩柱，我哋用落石，攞落石，爆击，跟住其实已经换得重呢个时候，玩泥呢啲冇乜用，换重，唉，食蕉啦，都未必赢到喎，咁样搞法，唉，食蕉。玩泥。好啦，哎，又唔记得咩添，又唔记得买嘢，又食咗啲钱啊！唉，冇咗啦又，应该点样过咧呢度？挑皮，我如果加工嘅我又唔得，
因为我 save 呢个试下用命中要害嗰个道具试下咯。我呢度先变咗身先啦，因为如果唔变身嘅话，佢又会用咩嚟打我嘅？跟住就用背心之刃 ，OK， 之后就用落石。哇！没有命中，你有冇搞错啊？吓，冇晒啦！黐筋嘅真系，再嚟个，系咩一回事啊？头先全部都唔中，先整个会心之印先啦，跟住就物攻增强都唔使嘅，我谂，使唔使用埋啦吓？用埋啦，物攻增强，跟住就落石，落石，落石，我一下都唔爆，诶、欸、爆咗！但系用双药啊，冇晒啦又。其实我要呢五下内搞死佢嘅，如果唔系话我唔使打之后，跟住就食呢个密攻增强啦，回心之刃啦，落石中啦喂，爆击爆爆，哦爆啊，哦冇咗啦又。都谂下要点样过先呢度，大家如果谂到嘅话都可以话俾我听。我谂今集应该过唔到呢个道馆，我觉得真系要食呢啲会心嘅道具先得，因为食埋会心命中增强啦，费事唔中。喂，靓波，爆埋佢，爆埋佢 ！Oh my god， 冇咗啦又，诶、欸。按错咗，变身先，之后就用会心之刃，物防都唔使用啦，命中增强，落石，爆击啊！哎，好波，再爆，冇啦，佢一食咗药我就赢唔到啦。不过唔系，其实我换呢度换一换充可能赢到嘅。咦 ，OK 喎，佢唔打我，我唔追。跟住落石，但系呢度唔爆击就打唔死佢。佢话跟住呢度食一食药先知啊。落石。诶、欸，打死一隻啦！唉、哎，呢隻如果变到我就正啦，系啦。诶、欸，打死喎！顶食药，其实呢隻打得死喎。咁我谂下先，一开始就一定要爆击佢，定系唔用唔使用药柱咧？好似唔使用药柱都得，打到佢回去先。啊！系啊，跟住呢度佢应该会回血啦，我呢度换百里，跟住即刻换百变怪，变翻身，跟住就开始食嘢啦。啊，应该咁样 OK 啲啊，因为我而家仲有得换重啊，所以依家食晒嗰啲药佢都 OK。物防增强就命中增强，食埋啦物防，一次过崩晒佢，食咁药啦，第一次要食咁药，爆击。爆踢靓波，头盖龙唔使换住，睇可唔可以打死埋先？诶、欸，唔得，但好 OK 嘅，我哋呢一弯就逃跑阵啲，储气，跟住再换翻个百变怪出嚟。哇，唔好死住啊！啊顶，唉，系有机会嘅。咁迟啲我要用个增加回心嗰啲道具。廿招啦，岩刺、岩刺、岩刺、岩刺，跟住呢个时候换百里，诶、欸、，OK OK， 只要佢打唔死咗百里，仲有得换嘅，跟住变身，跟住呢度开始食禁药啦，先整个物防先，打一个道馆要用四支药，四支呢啲战斗用品 ，OK 啊，谂落，落石，爆击佢啊，爆击咗。爆！再爆！靓波，弹射，换走吧你，出嚟有弹射，跟住呢个时候
唔好换百变怪，我惊佢死。呢度叫声都叫唔到嘅，我谂，帮佢加血咯，又系。噪音喎，咁我呢度叫声。哦，变身，嚟啊，变眼。哦，捆绑落石噪音都得嘅，捆绑先。啊，跟住就用变眼。仲未解啊？仲未解？解咗啦，即刻捆绑，跟住用噪音。没有命中，搞错。跟住再捆绑，再噪音，跟住捆绑，落石，赢啦嗰波应该。捆绑先。用多下捆绑，落石，赢啦喂，搞掂，哇！真系意想不到，竟然被连一个道馆徽章都冇嘅训练师打败咗，冇办法，你好强，我太弱啦。按照规定咧，要俾呢一个道馆馆主训练师证明用嘅徽章，石炭徽章，就可以咧使用秘传嘅碎石呢、這个俾埋你啦。76，哎呀，呢个系隐形岩啊！啊，我呢度正式宣布嗰啲嘅强化道具咧，正式起飞啊！嗰啲强化道具系最强嘅。系啦，咁但系因为冇晒钱嘅关系啦，所以买唔到啦，应该系嘛？有冇得买嗰啲增加嗰啲啊？呢、這个城冇得买，唔紧要啦，我哋买晒啲好伤药可以唔使买住。买一支好伤药，一支好伤药，跟住全部同我 all in 伤药，跟住之后就要睇下几时边度有得买嗰啲嘅强化道具，之后咧就可以买多啲啦。唔靠嗰啲唔使试赢到，好啦，我哋望下啦，冇啲物品可以拎啦呢度。平田君嘅帮忙，這個呢个咧神武地区为目标，暗黑球，好 ，OK， 呢度有冇嘢啊？叫腕力同我嘅卡斯交换。如果呢度换到卡斯，我记得咧打白金嘅话咧系会轻松劲多。如果有呢一个嘅游击立嘅话啊，轻松劲多，好似变咗简单难度咁啊！即刻，我呢度 save 先。第一个道馆打啱啱打已经8个钟，加速咗，即系黐筋。呢度系上道路嘅，呢度系落城镇，应该呢度啊呢度。好，睇埋呢间有啲咩好嘢拎先。冇好嘢啦，超级球啊！俾伤药我好啊，兄弟。冇伤药？有冇搞错啊？我哋想要伤药咗依家。呢个系咩啊？博物馆啊，花石博物馆。呢、這个好似系可以啲转换形态嘅，冇记错有啲神兽，即系好似系咪代欧奇希斯嗰啲可以啊？系咪呢个？好似唔系喎，我屋企好似系研究嗰啲宇宙嘅实验室先得。呢个普通化石嚟。被漫步嘅植物在地震同埋断层嘅摩擦影响下被埋得更深，即系讲翻化石系嘛 ？OK， 207号道路，好啦，暂时今集嚟到呢度先啦。非常之幸运，好彩咁靠用嗰啲强化道具咧，赢到呢一个嘅。管住啦，系啦，咁下次如果见到边度有啲强化，我都会扫一堆，扫一堆去打嘅，费事系咁死，系啦，因为系咁死冇晒钱，依家又冇晒钱，头先好似得翻几多钱，千零蚊都唔系好够买嘢，系啦，即系买到几支药咁啊冇咯。好，今次就嚟到呢度先啦，呢一个嘅白金，咁啊未订嘅记得订住，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